走吧，我教你打球。能不能再和我打会儿球，教教我？我先跟小强打一会儿，你在旁边看看嘛。我都看了两个小时了，你完全都不管我。我总得打两局，两局行不行？行，你不管我是吗？帅哥，你能陪我打会儿球吗？什么意思呀？我不陪你打，你就找别人打呀。不然我还是先走吧。不能，你得陪我打球。还要教不好你，我还教不好你。有我在，不是什么人都配教你的。你赶紧走。是林丹还是李宗伟呀、啊？在这上纲上线的。走吧，我教你打球。不是，你还凑来劲是不是啊？我跟着你打。你啊？怎么？他输啊？那我应该怎么办？赢了我就把头剃了。我要你的头干嘛？如果我赢了你的话，你就耐心点吧，我教你这些打球。哪那么多话？来，开始了，加油！您怎么称呼？我叫林丹。哇！